浪漫恋人在这，浪漫是榜一，猎人在这。当比奇送浪漫恋人礼物，看小黄是怎么调侃扣扣的。我的妈，感谢不知有 BK。 好，懂了懂了，秦总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吗？这角度怎么样，秦总？感谢 BK 哥，感谢 BK 哥。浪漫恋人在这，浪漫是榜一，猎人在这。哎呀，他妈真美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天、啊，谁挺得住？哎呀，浪漫恋人，哎呀妈，一个两个，哎呀妈，哎呀妈呀，动啊、单身恋人。哎呀，差点说的，这么好喝的汤都堵不住你俩的嘴。哎呀妈呀，真美呀、啊！你看这皮肤，非常可，我近距离特写都不过他的。啊，你说齐哥要是亲在这张脸上，哎呀，那得，哎呀妈呀，哎，你看看双眼皮这褶皱，哎，这妈的这基因真好，我说我妈的基因真好，我没有在骂人啊。我靠啊，就阴着两个比奇，齐哥迷死了，齐哥在镜头面前傻笑。三，哎，你看，嗯，齐哥，这次是你以后女人凶你的样子，你只记住了啊。来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了，那是红本本你心里了开花，亲朋好友一起在为他鼓鼓掌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从今后不再是一个人过了，相信父母亲你俩多生几个娃，红火火的日子在马上出发，这一辈子谁不想有个家，为了那个他你苦苦守望，缘分来的时候别总是犯傻，握紧他的手呀别轻易放下，若夏日月春秋一起天涯，磕磕碰碰难免心酸苦辣，多少承诺只为一个温馨的家，就在此刻披上最幸福的婚纱，结婚啦，结婚啦，今天结婚啦，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啦，那是红本本你心里了开花，亲朋好友一起在为他鼓鼓掌，结婚啦，结婚啦，今天结婚啦，从今后不再是一个人过啦，想是父母亲你俩多生几个娃，红火火的日子在马上出发，若夏日月春秋一起天涯，磕磕碰碰难免心酸苦辣，多少承诺只为一个温馨的家，就在此刻披上最幸福的婚纱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了，拿着红本本你心里了开花，亲朋好友一起在为他鼓鼓掌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从今后不再是一个人过了，想是父母亲你俩多生几个娃，红火火的日子在马上出发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了，拿着红本本你心里了开花，亲朋好友一起在为他鼓鼓掌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从今后不再是一个人过了，想是父母亲你俩多生几个娃，红火火的日子在马上出发，帽子戴上你就爱上我，帽子摘下你就讨厌我，你疑惑爱上了我，疑惑讨厌我，或许我们本就不应该相遇，
他们都叫我小黄和 Coco 借着产品相互内涵，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经典的牛奶，一瓶250毫升，跟小黄一样，250跟华为也差不多的哦。两个人加起来成立一个组合叫500组合，对吧？没有，我说这个牛奶250毫升，你跟小黄加起来是500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不不，我们三个加起来750了。哎呀，不止不止哦，不是，我们三个加起来是50500。为什么？我值250，华为250 ，Coco 值个50000，是吗？小黄，来你过来一下。我回来了。啊！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！兄弟们，给大家说一下。一人三千块，一人三千块，一人三千块，一人三千块。小黄在直播间大骂小杨哥，结果被偷偷赶来的小杨哥狠狠上了一课。师傅是双 P， 是吧？是的，师傅双 P， 就是吧？就有且停，我闯红绿灯才有这样的牌面。兄弟们，这品牌方也是要看人的啊。对，人家很听话啊，见鬼了！今天这组团真可以，可以啊！小黄牛逼！今天他们是小黄牛逼 ，nice。我跟你说，我直播间这群年轻的小伙伴，发自肺腑的小黄牛逼，直接喊出来。这代表什么？首先代表我人品不错，是不是？其次，我是不是厉害？来，我工作群到时候下播给人发红包，一人最好，最大方那种。啊！一人两千块，谁喊的？谁喊的？自己站出来！是我，我。一，别等，一人三千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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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三八二十四。24000块，赶紧转过来，赶紧转过来，不然我们不干了，不然我们不干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一次性准备，你平常买这个是不是5块钱一桶还是8块钱一桶？是不是兄弟们？看水杯，喝水，现在来经济的喝茶，给你准备了六题。啊，六题，150个，9.99，9.99上，哇，这么便宜，我三千块什么都转啊？下播转。I know that I can be a little bit dismissive, babe. I know that you're all by yourself and that you miss me bad. I know that you've been waiting long for me. 是你的大象，我大象。不是你的大象。小黄带货大象玩偶时疯狂的调戏法务，没想到小黄最后爆出的机制太炸裂了。你送我的，谢谢。小象，哎，放在家里面，是不是？就是中秋节了，给孩子也可以，给自己女儿。小黄又在直播间调侃姐姐的鼻子，下一秒又要把姐姐的鼻子上链接。Coco 环境我的鼻子上车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咱们 Coco 的鼻子做的是什么？做的是耳软骨。来，耳软骨的风险相对肋骨来说会较小一点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公平亏博士。而且做的是什么？新科技，它什么超类的技术就容易呢，让你的鼻子更做的更加自然。想不想要这个鼻子？想要这个鼻子，我一会儿得兄弟们来上一波福利品，再给你们上这个鼻子来。